而去看到呢，这个出爆状况出现在跑马灯，好有发包含了像是总统发布了紧急命令等等，另外还有呢，泰山发生了规模7深度10公里地震这样的一个错误讯息。立法院国民党团炮轰了华视，螺丝松了吗？要求 NCC 查办，甚至要求撤照。另外洪孟楷痛批，这出了一个大错，还要拉新北消防局来垫背，难道新北市消防局要你这么做的吗？还也痛批华视不道歉，还要拉人下水，甚至出现这样的跑马，不可不看，显得更加的讽刺。再来，又有看到新北市泰山发生规模7、深度10公里的大地震，最大震度6。泰山也是我的选区，我想问华视，我们选区跟你有什么恩怨？有需要这个样子针对性吗？你们说华视是在这个快讯完全出来之后马上又讲了，稍早说是配合新北消防局录制的防灾影片，路径设定错误，误植昨天的影片内容。我们要问，出了错还要再拉个垫背，出了错还在拉新北市消防局，什么用意？作何居心？是新北市消防局要你这样做的吗？不可能嘛。那华视新闻不针对现在的错误来去向国人好好的诚挚的道歉，反而还在拉个拉人下水。我刚特别再查了一下华视新闻的跑马，同一个位置，同一个位置，他有跑这个相关的跑马，跑什么？非常讽刺啊！同一个位置的跑马，我这个比较小，就直接用念的。他说：“不可不看，因为华视新闻给你最及时、最正确的防疫讯息。不可不看，华视新闻给你最及时、最正确的防疫讯息，不觉得很讽刺吗？过去有新闻台。”讲相关，不管是云的新闻，不管是其他的新闻，马上就被你开罚。那现在 NCC 要怎么处理？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它比较温和。怎样，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，好，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